朋友们，今天来挖点马刺根去炖汤，是那种现挖现炖的那种哈。哇，我看一下，可以的。你又发现两颗了，给。哇，这颗倒是大呢，全是刺。我来弄。哦，这一根倒是板上呢，这又来上两大根，哇，这肯定很大。这两天的马刺根是真的嫩啊。我这个成型啊，你个心，就叫你挖断了，大的大那个，挖断了话可惜啊。哦，这个是这个真的，挖断还个。看这刺密密麻麻的，这根根，哦，好嫩啊！马刺根，哇，这条 哦，得了个诺，奥比耶，这个真的是嫩幺幺的，看着都有食欲，哥，直接弄哈。你瞧，一把，喏，三九个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嗯，行哦，哎，一斤占了饱和是，哎呀。奥比，是这哦，这种菜。他就是这样。嗯，放上嘞。他就是这样这样。哦，这不一个年我断了，放上嘞。那么那么。我一吃不完的呢。你看这含笑什么？可在。桃木树，再塞我。啊！啊！哎，你这就挖断了，嗯，这大人那姐，嗯，可惜哦。你啊，对，那得扣，挖断掉呗。抓起，抓起，得得得，下口下口。啊，干嘛抓？不是，走下口哥。下口。挖掉将近半个小时，一袋了，现在要下去了。不得了吧？不会倒，不会的，我说说根本不会倒。这样怎么可以啊嘛？这个火星怎么就不会到处飞了？这是山泉水啊，哦，凉得很，刚好。嗯。哦，比那个水槽一下子大些了。上我逼喝了，上上上上去，哦，我山上的东西就是用来做小酒精直播的，那成为我的不得哦。
断了呗。烧断了这几天。哇，刮差不多了。安住哥，嗯，有什么够吃那个跟头？先把它起进去。嗯。往你，我滚个刀给你就叫。哪个不滚啊？这种太老了，要切小一点。这两颗好嫩。哇，这一块黄澄澄的，看着都相当板状，好香。嗯，挺老了。肉切好了，现在要拿去煮起了。哇，看着都好板着，太香了。哇，好滑，太滑了。可以了。个香，个板照，哦，香得很，那是可吃的干盘，没底筋那个，嗯，该切的，再煮个半小时。烧两口火烧了，鬼乎。个板照。哦，嗯，好，对，你想，你想进来干活？哦，我也要来干那个。哦，别吐了，笑，行。小黑羊肉配上这个小黑手嘛，本配了个，刮一下，然后整一个，打个小花给说。给八十了，嗯，帅姐姐，摸得出整啊！早些你要整，陨石人家那稳一点嘛，别的筷子给你。是哦。哦，金花。咦，还是配点汤锅。嗯。哪个桌？哪个清水？清水。哪个桌？你说哈。没变了。哦喂！哎，那个炸身体啊！嗯嗯。板长嘞，这个汤是真的，好鲜啊！马刺根是脆脆的，给它再煮个20分钟，就更趴了。这个马刺根是好东西啊，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去网上面查询一下，真的。哎，开始了啊！来，我这火已经开始了。嗯。好好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。这是这。哦，你怎么一点辣，有点辣呢？嗯嗯，我说哎，这个就又是另一种感觉了哈。哦，太舒服了。嗯。不错，你脚就在冰了。嗯，啊，老鼠牛缠了你，这不算了，扯这玩意儿做。我被小姐。哎。嗯。
可以站的。我不有踩进去。搁帮助。嗯，哎，踩还不打小的时候。嗯，你吃的很那个，再加点我吃半道东西就行。我刚说的。嗯，香哥，嗯，香，嗯，来哥，哦，这边的小湖蛮炖好吃的哦。是的。那把锅拿开了，埋起来。埋掉。你拿那边抽抽气小大。回家喽。